告诉你，你要是把电视机砸了，从明儿起，我月月到林聪的单位领工资，什么时候把钱领到了，什么时候能买得起电视机了，我就不领了。你信吗？王小麦，王小麦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个土包子，跟他穿一条裤子，你就记得吗？原来他怎么整的你？欺负我是吧？有你们好看的！ 我要不是看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走着瞧。刘雅芝，冲动是魔鬼，别忘了啊！呸！臭不要脸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他妈小。 哎，你帮着推着点啊！哎，还沉着呢，还。哟，这儿那个电视呢？你还说的是呢，刘雅芝给抱走了。我刚才去出去买东西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回来一看，哎，电视没了。我一猜就是他给搬走了。我这不是给他打个电话，我问他，他承认了。嗯，我说我让他给抱回来，理直气壮的俩字儿，休想！ 气死我了！我这不是要找他算账去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就一电视机吗？回头咱们再买一个。这是个电视机的事儿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自从他嫁进了我们这个家，你说我受了他多少气啊？我一直在这忍着忍着的。那这回好，你怀着孕我给你买的电视机，他给抱走了，我这不能容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得去要他去。 你不用跟他这种人置气，人家就希望你睡不着吃不好，你还真上当啊？那我就这么忍气吞声啊？这样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我一定把电视机要回来。哎，嫂子，哎，林总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有事儿啊？有什么事儿？因为我，你跟雅芝搬出去了。 他没少跟你闹吧？嗨，他就是那臭脾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过两天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嫂子，今儿啊是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您说。雅芝，雅芝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来了，林总，快快快！没走好，掉水里了。 怎么能干这事儿呢？哎，你干嘛呀？电视给我抱过去。怎么了？谁让你抱电视？滚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？不就是一个电视吗？你妈都把咱赶出来了。你给我干什么？躲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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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么样？就这电视，能不能先不拿回去？给我个面子，行吗？刘雅芝不肯给啊。嗨，你还不知道我，哎，这么多年在家里头，也就是一二等公民。我说了真不算。哎，你这是怎么要回来的啊？哟，那个刘雅芝没闹腾啊？其实刘雅芝挺通情达理的，她就是生气，生气您啊偏心眼儿。哟，她通情达理，你可拉倒吧！你说大天来我都不相信，她通情达理。三个人欺负人家一个人，真没劲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什么三个人欺负谁呀？你奶奶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宝贝儿子，欺负二婶一个人。没劲。我们欺负他什么了？不让二婶在这儿住已经够可怜的了，搬走一个电视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您看见没啊？真像我女儿。怎么像啊？有其母必有其女。还像。妈，奶奶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奶奶是夸咱们呢。真搞不懂你们。我去睡觉了，去吧。哎，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我说，你这吃完饭那碗都不管呢啊？这直接就看电视，你有什么好看的电视？好看着呢，电视是我的，我爱啥时候看啥时候看。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这电视？你妈自个儿觉得理亏，不敢来要了，还不是我的呀？知道什么呀？人家王小麦给家里又买了个新电视，要不然妈能善罢甘休啊？你说什么？他又买一新的？他王小麦以为他谁呀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他王小麦还是好人啊？他安的什么心我不知道啊，肚子里怀着孩子啊，工厂开着。非得在我脸上蹬一脚，他才高兴啊！你呀，无理取闹。我无理取闹？我怎么无理取闹了？你说说。行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出去散散心去。